开累了啊，给鳗鱼也开一会儿。还有这个80几公里要开一个小时44分钟的，也就给鳗鱼开一段，给它清醒一下，就是它快要那啥了，睡着了是吧？你不也睡着了吗？走，哎，还清醒一下，走吧。大白也睡着了，大白每天都睡着。走吧。我拿个小布丁出来，他吃一吃啊，我清醒一下，给鳗鱼开个10分钟。开个10分钟上哪板了？烂路啊！这边的山上啊都是这样的，很多这个泥土啊就是从上面冲刷下来的，非常的平整啊。这边这个你看，这边的山上啊都是不长东西的。左边有那个河流，河流上还是有一些草的。这边的海拔一直都是3000多，前面还有蓝天白云呢，其实还算，怎么说呢，没下雨就还好，下雨的话我这个车啊都充不了电了。我就一边吃着，哎呀，一边吃着，大白就给他一口以后啊，一直看着。还剩点，基本上要1人半了啊。嘿，大白也会吃雪糕的。给我留一口啊，大白。来。我去。吃的干干净净的。那必须的。哦，很多走过来要吃的那个呢。这边有这个野骆驼哈，野骆驼。估计要过来。旁边也有这个饭店，还有超市。来问他要吃的，来进那个农家里了。嗨，小骆驼，耶，来了。看到雪糕是不是？哎，那小骆驼，好萌啊！它哈。好大哦。它是不是野生的呀？它鼻孔里怎么有东西啊？鼻孔怎么插了个东西啊？是啊。不是雪糕。它不怕人哦。雪糕是不是好大哦？哇，寿司的骆驼比马大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哦。它挺高的呢。这边这是拖拉机啊。咦，我这个沙琪玛，它是不是对这个不感兴趣啊？雪糕是不是？哇，好高了啊！大灰灰，你吃雪糕。来，吃沙琪玛。来，来吧。哇，这个好大哦！你只有亲眼见到这个骆驼，才知道它骆驼到底有多大哦。好，怎么这么搞不到啊？不知道呢。走喽，它不吃。啊，垃圾堆在这里。是你们养的骆驼吗？是我们养的。是你们养的？野生的。是别人的。别人的。它不是野生的，野生的，是野生的啊啊！就后面，我想看一下它。不怕人，骆驼。野生的。嘿，你过来。嘿，过来给你吃。你看我喊它，它看看我。哎，来，来给你吃的。不要吃垃圾了，给你个雪糕吃吃。雪糕凉快一下，来，骆驼，过来。沙琪玛，来，吃好吃的。来，嘴巴张开了。来，这个，这个来，我这个放这里，来，这个吃。哎呦，它放弃了。它会嚼的。哎呦，你看它在把棍子丢出来。是啊。好聪明啊！它刚刚它拿的时候，你也不敢把那个棍子，你也不敢拽呀。是啊。哎，它都说自己会偷棍子的。哦，因为你要为啥不？它常年在这垃圾堆里混呢，它知道这东西呢。嗯，来，这里还有，来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来，吃吧。来。哎呦。哎呦，沙琪玛也吃了。嘴巴好大哦！哎呀，没有东西吃了。没了。
到时候多带点呢，别让你小贪吃鬼。来，跟我回去，回车里拿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嗯，很大、哦。他那个挺高傲的样子哈。嗯，他还想吃哦。啊，第一次和这个野生骆驼，哎，近距离接触啊。过来，走走走。走走走。回车里拿给你，我没有了。走。这里还有这个，还有一些蔬菜啊，胡萝卜、番茄，他估计应该喜欢吃吧，啊、哦，应该喜欢吃吧。嘴巴好大，你给他吃吧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大灰灰，胡萝卜。又给人家起叫大灰灰。大灰灰，来，来，过来，不要在垃圾堆里。来。哎呦，喜欢吃胡萝卜啊。哎呦，你看它嘴巴好大啊！哇，比马大多了，一口就吞了。哎呦，吐出来了。哎呦，哇，嘎嘣脆。骆驼可能在这边山上啊，太光了，没有草吃了哈。嗯，没有草吃，挺可怜的。野骆驼。哎呦，吃完了。那给大哥。你别等下把相机给吃了。相机不给他。来，我还有一个番茄，你不要咬到我的手啊、哦，好不好？慢点。哎呦，哈哈，哦，他喜欢吃蔬菜。嗯。哇、哦！哦，不嚼你就吞了。没有了。不嚼你就吞了。嗯，好玩的哈。嗯，好不好吃？哎呀，早知道把那颗白菜带给你了。嗯，好的，你看他其实肚子很大的，你一口给他东西，他一口就吃完了。好聪明啊哈！嗯，来来，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我那里还有白菜，走不？不跟人走，他不跟人走的呢。过来，老子把那白菜。哎，他好像是点头跟我说谢谢，像不像？有点啊、哦。哎。哎呦，给你吃口，给你吃口啊、哦！你看你嘴巴小，就吃少吃一点啊。嗯，少吃点，少吃点，好。来，放在那给他吧。啊，你在这里吃啊、哦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你不能跟他说去喂骆驼去了。嗯。好，走吧。还有一颗白菜。喂，正好这个新疆线把这个食物清一清是吧？是的，到新疆你就不吃了。到新疆我要吃肉。走啊。好吧，曼姨把最后车里仅剩的一颗大白菜啊，也要给骆驼吃，就难得看到曼姨喜欢的这个动物啊。骆驼，来，别激动，哎，别激动啊、哦！嗯，我给你，一整个，它嘴巴那么大，一整个给它呗。好好好，哎，好，慢点，这小青菜应该挺好吃。啊，它喜欢吃、哦，甜甜的。好好好，摸一摸行不行？摸一摸应该也可以。挺有傲娇的哈、哦。哎，我送到嘴里才吃。鳗鱼喂骆驼。哦，对不起。哇！不够它塞牙哦，哪一片哈、哦？好大、啊，真的好大、啊。它牙其实牙口挺好的。牙口好，哎呦，它有点老了，有些牙齿好像掉了。哎呀！痒啊，身上，这里还有掉地上了，掉地上了。摸摸它吧，你摸一下它。我不敢摸它。可以，没事。不敢。给你摸。掉地上了。摸一下它没事的。来、啊、来，接住。来摸一下它头嘛。不要摸。嗯、啊。我不敢摸，你去摸。嗯、啊。你去摸，我不敢摸。我没给它吃的。地上有，掉了一个，地上掉了一个。来。生气啦。他不给摸，瞪我，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生气了，我就说吧，看他样子不给摸。嗯，好了，没有了。好了，拜拜。走吧。好了，骆驼喂完了啊。好了，我们这次算是喂完骆驼了。刚刚我摸了一下，鳗鱼不敢摸啊，这骆驼好像不给人摸哈。他一摸呀，感觉要跟我吐口水一样的。行。哎，行，今天呢也算是那啥，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哈。嗯，好，拜拜，别生气啊。好了，走了，我发现前面还有骆驼哎。
看到没有？哎，为什么有系红绳呢、啊？我感觉像是人家放羊的一样的。是有人养骆驼吧？有。人家在那里看呢、啊，是不是看我们有没有吃的给他？探头在那里看呢、哦。嗯，大白，你也在这里看呢、啊？骆驼嘴巴把你给吃了，还好骆驼吃素的。这边草都没有，你说这骆驼不吃垃圾吃什么有哦？那不是有树吗？靠近河边还是有一点的。它树太干了，不好吃。这个上打板的路啊，也是挺难走的，一路上好多灰啊，全是大车啊！我的天，这超车呢也不好超啊，这是比较难走，全是灰，互相双方都看不见。全是超车的话，估计也挺难受。全是这个大的那啥灰尘路面。这后面这段路啊，感觉车都要颠散架了，全是这种小石子的路。遇到这种 U 型弯的，这会车都得远远的会，都不能往前开了，得让着他先走了都，只能过一辆车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感觉头都大了都，头都大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把车停好了，现在到了这个库地啊，往前面一点点就是那个库地的检查站，库地的检查站。今天呢我们就不打算出库地了，明天呢应该就可以到叶城了，到叶城了。等等，来出来给它放放风。这边应该没有狗吧？对面有一个加油站。哎呦，大白，你这一出来就干啥来着？哇，这里的话就是稍微风有点大。哎，这两天一直看到这个三轮车二毛啊，然后呢，哎，我们又遇到了。呵呵，我感觉我们跟他行程是一样的。我感觉我们速度跟你的速度一样。摩托车速度很慢。摩托车比我们早出发两小时。哈哈哈哈哈。刚到吗？怎么到了一个小时？到了一个小时了是吧？那比我们快的。摩托车都比我们快。是的。哎，大白到处秀秀秀。我刚刚想坐车啊。哈哈。在大红轮胎的时候啊，我就擦了一下车，你看今天再走一下又全是灰，全是灰。我现在不想理他了，因为明天走那个枯地，明天走出去的话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灰，所以呢还是再忍一天吧，忍一天，明天到叶城的话可以洗车了。看大白的家伙啊，哎呦，好开心啊，好开心哦，兴奋的嘞，坐了一天的车太累了。哎，别看到狗了。都海拔低了，可以跑了。海拔3000嘛。